八七地图。哇，我们哦，那个声音，贞子哦，死亡枪手，死亡枪手，三角头啊，哦，三角头。他在，对，大屋。我在地下室干宝箱，声音很大哦，怎么越大？还是在，他一直在旁边呢。哇，还很大声呢。你那么能绕的吗，黑妹？他秀，我先跑，先跑。好。我靠！要他挂，他挂。哦，蹲着，嘿嘿，躲起来。欸，我应该去救他。他不挂他吗？妈的，地下室是啥小？妈的！我应救啊，我可以救，我在他旁边而已。我救，不管，我先救了。哇，该不会打针对吧？妈的，他妈的嘞！那么打击啊！干，打击真的是必备了，救自己也救队友，打击怀表必备。想想刚刚，可是正常来说你应该先打弱的，你打强的，等下被开三四排，节奏炸了。弄死是很爽啊，可是他这样被开完了，他这样要杀高手三次，很累。是我一定先打烂的，我他真的很会溜。看来我这次任务成功就靠他了。黑妹加油！好，你帮他打，你帮他打。可是应该蛮难的。不，你看他被修爆了，我这台修很快、欸。哦，我跟鬼一样，鬼一般的速度，欸，他真的很会哦，跟鬼一样欸，黑妹，哇，这地图他居然，修爆欸。哇，还有哪里有鸡啊？欸，靠腰欸。我挖补，你快快快快快！
哦，三重补血，补起来！这个速度跟鬼一样啊！门关，不关，不关！哎，还差人呢！哎，他找人，他找不到人。啊！转移目标了。他不追我嘞。他的目标选择怎么怪怪的？好，我先躲在这补血啊。玩倒了。我在二楼，我在看着你。靠腰补血补超慢呢，靠腰重伤呢。哇，他还在追三楼哎！我真的不会溜这关呐、啊。不用，我有自补啊，我也懒得下去啊。反正我补很快，蛮安全的啊。我还是倒。那先休机好了。哇，哎、欸，你暴露你的位置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要先走，算了，帮你补好再走。他很想把他干，当然地下室啊。对。啊！队友怎么不救他？队友，你要救他！那个队友，那个队友不救他哎、欸！快救！快救！快救！看你有没有怀表啊？他妈的，是不是干？是不是连击啊？靠腰嘞！不能修这台啊！怎么修成连击了？啊挂啊！我先补血啊！啊，直接出去！啊，完了，我死啊！他妈的！啊，西巴嘞！为什么他会隐形啊？啊！我旁边绕啊！他又在布阵，好，我们赶快去那边修啊！我打击，我打击，我打击，我打击。
拜拜，我打击，搞笑啊！ 快修啊！反正你就赶快开门逃啊！哦，是哦，是哦，赶快开，赶快！开好门！对他过去你那边，他过去最近那个门，另外一个队友在开门，你先躲起来。 他去另外一个队友的门，在开门的门。没有，他要布阵了，他在我附近，你先开门。他过去你那边。没有，又没有，还是你来救我啊！队友已经开九十几趴了。你几趴？ 没事，我去队友，我队友那边，你可能要先救我。哦，不行，管这样，敢他一定会他妈针对我。我靠，腰嘞啊！ 干！为什么我想完成个任务那么难呐、啊？我靠！哎，我认了，我认了。干，那做个任务怎么那么难？哎，真是。加斗，天！